们接着讲第五个问题。清政府与欧美中小国家的交涉，首先讲第一个小问题，就是与欧美中小国家交涉的一个基本原则啊，或者说叫做基本态度。那么在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那么清政府被迫同英国、法国、美国是吧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那么这些国家呢，来华贸易就有了一个啊合法的一个条约根据。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其他的一些中小国家啊，因为国家的实力很有限，没有能够同中国签订一个什么贸易通商的条约啊，因此这些国家呢就寄名于啊，或是依附于英法美啊，利用他们国家的这种名义，附属在他们国家这个名义之下，那么同中国呢进行通商贸易。那么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啊，在1858年中英中法签订了天津条约。那么在这个时候，欧美的一些中小国家啊，就在上海召会清政府的啊这种钦差大臣桂良啊，召回桂良，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些国家也同中国订立条约，同中国进行贸易通商啊，中小国家也提出这种要求。那么清政府因为对于英法战败了啊，同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那么对英法妥协了。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清政府啊还没有同欧美的一些中小国家进行军事较量或者外交交涉，是吧？因此清政府不肯轻易向这些国家进行妥协让步。因此当时桂良啊对于这些国家提出来的要立约这个问题是严辞驳斥，并将其召会原封置回啊，就是桂良啊根本就不同他们谈判，是吧？送来的外交召会看都不看，不开封，又把他送回去啊。就是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于欧美中小国家这个交涉还是采取了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的事情。那么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恭亲王奕欣就担心这些欧美国家啊会什么呢，会固执复盟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因此奕欣在1861年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讲说来中国的这些中小国家啊，依附在英法美等国之下啊，进行贸易通商啊，说中国未忍驱逐，已属格外遥恩啊，中国没有驱逐他们啊，对他们已经很好了啊，说如果这些国家有效仿英法美之意，希图换约，必当严刑拒绝啊，如果他们也希望像英法那样同中国签订条约，那么清政府就要拒绝他啊。那么恭亲王奕欣的提出来啊，说什么呢？说置之未盟，侥义为利啊，就说呢，对于英美这些中小国家提出来的一些要求，是吧？事先予以防范，这个事情处理起来啊比较容易。啊，一旦他们提出来要求，是吧？你再去处理，那么可能就会增加困难。那么，因此，恭亲王奕欣就要求清政府下命令，命令江苏巡抚薛焕啊，在上海，对于这些国家提出来的这些立约要求，要设法阻止，想办法阻止他。那么，同时，清政府希望开展以夷制夷的活动啊，怎么样以夷制夷？就是由清政府去劝告英法美啊，让英国、法国、美国去阻止、去限制欧美中小国家同中国立约通商。那么他们是怎么讲的呢？他们是这样讲啊，说告诉英国、法国、美国啊，说如果欧美这些中小国家也同清政府一样的换约、一样的通商，
那么什么呢？三国啊，说这些国家则与三国并驾齐驱，那么这些国家同你们都是同等的啊，都是平起平坐了啊，并驾齐驱了。说你们这些国家呢，转自柴于小弱之邦啊，那么你们自己是把自己降低了，把自己降低到欧美中小国家这么一个低的层次了，是吧？那么这个清政府是希望利用这一点去劝说引诱英法美三国，帮助清政府去阻止，是吧，这些欧美的中小国家同清政府来订立条约。那么这个恭亲王奕欣，是吧，可以说他已经有了一个未雨绸缪之见啊，希望很早啊事先处理这个问题，预防这个问题啊。但是他没有取得一个啊预先阻止之效，没有取得这个成效啊。他有这个想法事先要制止，但是呢他没有能够取得这种成效。那么在1861年3月啊，当时叫做这个布鲁西亚国啊，这个布鲁西亚呢实际上呢就是普鲁士。这普鲁士呢后来是统一于啊统一到德国去了。那么1861年3月啊，布鲁西亚国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文献当中就称它为布国啊，说布鲁西亚国的啊这个外交代表啊叫做艾林波啊，艾林波，有的史料把它翻译成呢叫做于艾伦布。那么这个艾林波那么首先来华啊，接着欧美其他国家像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什么西班牙、奥地利啊，包括啊，就我们这个近邻日本，相继派遣公使啊来到中国啊，要求同中国要立约啊，要通商。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于这个欧美国家的啊，欧美这些中小国家的基本态度啊，是这么几点。那么首先一点啊，就是各国公使。啊，不是，各国商人仍然可以继续来华进行贸易通商，啊，但是没有必要要立条约，啊，你比方讲，1870年日本派遣柳原前光来中国，是吧？要求同清政府签订条约进行通商，啊，那么当时清政府给日本的照会当中是这样讲的，这么一个意思，说什么呢？说中国和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亦非一日，啊，中日两国一直很好啊，是吧？早就有交往了。说日本商人来中国啊，贸易可以呢，既照前办理，按照以前的办法，你来贸易嘛，你还要来继续贸易，是吧？说而且中国和日本呢是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啊，没有必要。中日之间再签订个条约。那么清政府就命令江苏巡抚薛焕以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上海与中小国家呢那么进行交涉啊，尽量的避免这些中小国家，是吧，派他们的使臣来天津甚至来北京直接同清政府交涉，啊，说如果这些国家已经来到了北方，那么这命令啊，在北方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啊，在天津同这些国家进行交涉，坚决阻止这些国家到北京来啊，就是避免清政府的中央政府直接同这些中小国家的这些使节啊代表直接进行交涉啊。那么这是一点，可以通商，无用立约啊。那么他坚持的第二个原则啊，他还是坚持什么呢？就是坚持清政府的代表啊，清政府的对外谈判代表只能是江苏的巡抚或者是三口通商大臣，如果说万不得已可以由总理衙门的啊这种协办大臣来出面。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大臣像恭亲王奕欣啊、文祥啊、桂良这些高级官员不直接出面啊，他可以帮助背地里是吧去帮助去指挥啊这个对外交涉，但是他不直接出面。那么另外中外谈判的地点，签约的地点只能在天津啊，不能够允许外国公使到北京来。如果外国公使一定要到北京，是吧？那么就停止中外交涉啊。这个清政府的态度是很坚决的。那么像这个1861年这个布国
啊，这个公使啊，是布鲁西亚国的这公使啊，曾经派人到北京来，当时清政府是很不客气，是吧？清政府是讲，说这个国家啊，说该国既不知礼，中国亦不能以礼相待，啊，说这个国家既然不知道外交礼仪，是吧？那么中国也没有必要对他以礼相待，啊，非常不客气啊，简派马便押送，啊，就是派军队把他押送回天津去。啊，那么清政府在这问题上啊，这个态度呢啊还是很坚决，是吧？就希望谈判的地点、签约的地点要在天津，而不能够到北京，啊，这是他坚持的第二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原则啊，就是清政府同欧美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必须同英、法、美、俄啊这些列强国家有所不同，啊，就是他们所签订条约的内容不能够同啊。英法美俄这国家是一样的，要有所区别。那么清政府与欧美中小国家的啊这个交涉的这种原则，那么有一些得到了贯彻执行啊，但是有些主要的地方啊，最主要的地方没有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事先的设想啊，在很大程度上呢是遭到失败。那么清政府同这个欧美中小国家交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欧美这些中小国家自身非常强横，是吧？这个态度很蛮横啊，进行了一些要挟。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英法美俄啊这些国家帮助欧美国家对清政府进行了威胁利诱啊，就是英美国家对欧美中小国家呢做了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呢，我们以这个1861年中国和布鲁西亚国，就是普鲁士国啊，这个交涉为例啊，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下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清政府啊同啊布鲁西亚国的交涉，清政府同啊也是同普鲁士啊一个交涉。那么1861年3月。啊，布鲁西亚国的啊，这个全权代表，啊，叫做艾林波，啊，我们前面讲了啊，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呢叫做于艾伦布，啊，艾林波到达了上海。那么这个时候啊，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啊，做了种种努力，希望把这个艾林波留在上海，啊，同他进行交涉。啊，那么但是艾林波不同薛焕交涉，啊，那么乘船到了天津，啊，北上天津。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就要考虑一个问题：怎么样同布国啊，艾林波，那么进行这个交涉？那么恭亲王奕欣，啊，一方面表示，啊，布国不能够同英法美那样，啊，不能够同他们取得同等的待遇。不能同英法美相比，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恭亲王奕欣又和英法等国的驻京公使接触，希望英法美帮助清政府。那么当时法国的代表啊做了这么一个表示，法国代表讲说，如果布国的代表来华只为通商，似可允准，啊，说他来华只是为了通商，说这个你可以答应他。为什么可以答应呢？说你答应他的要求可以免生枝节，避免中外之间那种交涉纠纷啊。说而且呢，于偷漏税项及该国商人滋事诸弊亦可视令严查。是什么呢？就是允许外国人啊，就是布国，是吧，来华进行通商，你说订约什么呢？说呢，如果说这些外国人布国的商人在这滋事闹事啊，可以责成他的这个官员对他进行管理，是吧，责成他要向清政府交纳税款，免得他偷税漏税啊。他说如果啊这个布国提出来他的公使要驻京的话，那么法国呢必当立为阻止，那么法国帮着清政府阻止啊这个布国，那么在中国呢要在中国来公使驻京。那么对于这个法国方面的这种表示啊，清政府不太满意
那么清政府这讲说呀，这个允许这个部国同中国来换约啊，来这个供使驻京，说这个是不行啊，不允许啊。他说因为什么呢？说如果这个部国布鲁西亚国也一体同中国换约啊，则与英法俨然敌国，转自柴于弱小之邦啊。还是说如果说布鲁西亚国也派供使驻京了，那么你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啊，那么就自己降低为一个弱小国家了啊，希望来打动这个法国。但是法国代表讲啊，说布鲁西亚原系大国，说布鲁西亚它不是小国家，它是个大国。英国代表也讲啊，说布鲁西亚距离英国有300里啊，他说布鲁西亚国呢，这个国主是英王的女婿啊，是系英主之婿，颇称大国，也是一个大国啊，不可不予换约啊。那么法国和英国就帮助布鲁西亚国对清政府进行交涉。那么面对着英法公使的这种态度，恭亲王奕欣感到情况有些不大妙啊。原来希望呢以夷制夷啊，现在看到呢英国和法国不但不帮助清政府说话，反而帮助啊布鲁西亚国啊来讲话。那么这样是吧，那么恭亲王奕欣对于布鲁西亚国的交涉啊，那么态度就发生一个很大转变啊。转变成什么呢啊，就是他可以同意同布鲁西亚国立约，那么但是希望英法方面帮助清政府将来换约啊，或者立约，清廷呢只准布鲁西亚国及大西洋国，其余断不能再行独行。什么意思？就是清政府可以允许，是吧？你们说布鲁西亚国是大国，清政府可以允许布鲁西亚国还有大西洋国，就是葡萄牙啊，可以同他们来订立条约，那么其他国家不能够再同清政府签订条约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清政府只承认像布鲁西亚、葡萄牙这些欧美的二流国家啊，可以同他们签订条约，但是欧美的其他的三流的国家啊，清政府不能够同他们签约。那么清政府在同布鲁西亚国的交涉之前啊，可以说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啊，就是颇费这个苦心呢 啊颇费心机。那么在同布鲁西亚国交涉之前，清政府做了哪些准备？那么主要有这么几点。那么首先，那么清政府就命令清政府的仓场侍郎崇伦、武备院卿恒齐，是吧，作为总理衙门的帮办大臣，去天津帮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啊，来办理同布鲁西亚国的交涉，而不允许恭亲王奕欣直接出面啊，避免啊这个艾林波呀啊那么到北京来啊。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啊，他们考虑到布鲁西亚国的使臣有可能对于崇厚的这个谈判的权限提出质疑啊，说你崇厚有没有全权呢啊。那么因此清朝皇帝啊，清政府就事先把清朝皇帝命令崇厚同布鲁西亚国谈判这个上谕相关的内容摘录出来啊，交给崇厚啊，交给崇伦啊，说你们好好收藏着，说如果外国人对这个崇厚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资格提出质疑，即持此为凭啊，以这个作为凭据。他说如果外国人布鲁西亚国不提出这个问题来啊，这个上谕没有必要给咱看啊，亦不便于看啊。那么这是做了这么一个准备。那么第三个准备啊，就是他们决定先由崇厚、崇伦是吧，在天津同布鲁西亚国来讨论啊，来交涉啊，如果问题能解决很好啊，如果崇伦这些人是吧，在天津同布鲁西亚国交涉不能够取得成效啊，那么清政府再派桂良或者文祥继续办理。那么也说他准备了两个外交队伍的层次，先是崇伦、崇厚啊，谈判不行，然后再派文祥、桂良再去，是吧，做了这么一个准备。
那么第四个准备，他还考虑到这么一个问题，就说一旦与这个布鲁西亚国订立条约啊，就要用印，要盖章啊，你国家政府的这个章要盖。那么当时他想啊，说如果同布鲁西亚国签订条约，只能够盖总理衙门的大臣啊，总理衙门的这个官房，而不能够用清朝皇帝这个御宝啊，它叫大宝啊，就是皇帝那个玉玺，不能够用这个。那么他们想啊，说这个布鲁西亚国很可能是仿照英国和法国这个惯例，要求清政府要盖清朝皇帝的玉玺。那么总理这个清政府就想啊，做了这么一个设想，他说采取这么一个步骤。那么首先是让崇厚盖三口通商大臣的官房，如果外国方面不满意，要求用清朝皇帝的御宝，那么再由崇伦把这个条约寄到北京，盖用总理衙门的大臣的啊，总理衙门这个官房，啊，表示已经提高了一个档次了，啊，就是拒绝用清朝皇帝的这个啊大印啊这个玉玺。那么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做了这么一些预期的啊一些设想、一些准备，它的一个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要尽可能的降低清政府同布鲁西亚国交涉的这种规格。是吧，减杀啊，或者是降低这次交涉的这种外交意义啊，把这个问题啊把它啊降低。那么到了这个五月，布鲁西亚国的使臣艾林波到达了天津啊，三口通商大臣啊，那么崇厚那么就有个想法，说这布鲁西亚国同英国同俄国都有联系，是吧，也知道中国对外交涉当中啊，给了啊，像英国呀、美国呀、法国呀、俄国呀，给了他们些什么外交礼遇。说如果清政府对于这个布鲁西亚国的使臣给的礼遇不够，那么这个布鲁西亚国的使臣很可能要求去北京，啊，所以说他提出来，对于布鲁西亚国使臣这个交接礼仪啊，要酌量变通，善于接待，啊，给了一个比较好的外交礼遇，啊，以便呢。把布鲁西亚国的使臣留在天津，是吧，来办理中外交涉。那么应该说这个清政府这个做法呢啊，基本上啊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把外国使臣留在了天津啊，来办理中外交涉。那么但是在办理交涉过程当中，清政府遇到了一个他事先没有预想到的啊另外一个麻烦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布鲁西亚国的使臣提出来，他的公使要常驻在北京，要变成继英法美俄之后的第五个啊驻华公使，啊，那么这是当时清政府啊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正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清政府最初只允许布鲁西亚国的商人来华贸易，没有必要立约。那么这个后来法国方面帮助布鲁西亚国，那么对清政府进行劝说，是吧，你还要同他立约，有利于清政府的税收，有利于对于这个布鲁西亚国商人的管理，是吧，那么清政府同意同他立约了。然后法国也讲说，如果布鲁西亚国提出来要公使驻京啊，那么我们呢要立为阻止，帮助清政府来阻止这个事情，是吧。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那么清政府才同意同布鲁西亚国来商立条约。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布鲁西亚国提出来他的公使要驻京，那么法国方面那么却拒绝帮助清政府来劝止布鲁西亚国，那么清政府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难办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清政府同布鲁西亚国交涉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布鲁西亚国的公使是不是可以驻京，什么时候常驻北京，那么布鲁西亚国希望他的公使能够常驻北京，那么清政府是希望把布鲁西亚国驻京这一节，是吧，要抹去啊，将驻京一节抹去。按照清政府的大臣的话来讲，就说呢，清政府力争者在此，而艾林波之所顾情者亦在此，在于什么呢？外国公使
布国公使是不是可以常驻北京的问题。那么这样中外之间是吧，那么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这个交涉，经了很长时间的交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布国布鲁西亚国那么对清政府也进行了威胁。那么当时清政府就有些担心啊，一心里有些担心啊，说如果不答应布国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布鲁西亚国很可能呢会约同工会等国为铤而走险之谋啊，就担心着普鲁士啊去联合他的同盟国啊铤而走险啊，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说这样呢，那么外国啊这个布国再次提出来要求公使驻京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再答应，那么清政府就很没面子了是吧，说现在是吧中国没有力量同外国啊同布鲁西亚国进行这种战争啊，因此呢恭亲王一心的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对布鲁西亚国有所妥协。那么这是恭亲王一心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恭亲王一心在做出妥协的同时，布鲁西亚国也同时做了一些妥协，做了一些妥协。那么最后是吧，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啊这种交涉，关于布鲁西亚国公使驻京的问题做了这么一个规定啊，就是当时清政府同意五年以后如果军务肃清啊，中国的军务肃清啊，就是中国呀太平天国起义啊被镇压下去了啊，中国国内安定了，布国公使即可驻京啊，中国内部安定了，五年以后中国内部安定了是吧，军务肃清了，那么布鲁西亚国的公使可以驻北京。但是如果过了五年中国内部还没有安定啊，仍然没有肃清是吧，那么就由总理衙门通知布鲁西亚国是吧，要暂缓年限啊，要向后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恭亲王奕欣做了一个让步，因为恭亲王奕欣原来是希望什么呢，在条约当中写明十年以后中国军务肃清，布鲁西亚国的使臣才能够驻扎北京啊，但是布鲁西亚国不同意啊，那么最后缩短时间改成了五年，那么恭亲王奕欣做了让步。那么这个时候是吧，那么这个爱林波这个布鲁西亚国也做了一个让步是吧，做一个让步什么呢，就是爱林波就担心如果把前面所讲的五年之后军务肃清是吧，布国公使驻扎北京，如果把这个写到条约当中去啊，恐诸国见而耻笑，怕外国其他国家看到之后耻笑这个布鲁西亚国。那么因此啊，这个爱林波就提出来啊，这一条不能够写到啊这个中布条约当中去啊，而是以照会的形式啊，那么做了一个确定。那么这个布鲁西亚国使臣来中国啊，要求立约通商，要求公使驻京，清政府在很多方面被迫做了让步啊。那么但是布鲁西亚国它的国力毕竟不同于英法美俄是吧，那么它的实力有限，那么因此清政府在同布鲁西亚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也取得了自己的某些预期的目的啊。后来恭亲王奕欣讲说，中布之间签订的条约啊，有些条款实与英法已有区别啊，同英法之间是有区别的。有哪些区别，他说诸如不准即时驻京，不准以布鲁西亚国马上驻京，不准商人做领事官等啊，就是同布鲁西亚国签订条约和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同英法美签订条约还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清政府还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最后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清政府不同欧美中小国家立约通商的这个既定方针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执行。那么从1862年到1874年清政府被迫的分别同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日本、秘鲁啊等中小国家
也同样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也就是说在1874年以后，中国已经基本上向整个世界开放了国门，那么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地位那么就更进一步的加深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中外交涉的几个五个具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讲到这里。